你现在刷牙有没有很乖？有，他现在蛮习惯的。太棒了！对啊，因为你那时候这样跟我讲之后，回去他就蛮习惯。初期还是会哭啦，还是会久了就习惯。好快哦！对啊，有的小朋友真的吗？对，有小朋友半年、一年以上都还在，是哦，都还在长针。对，他 OK 了，他 OK 了，太棒了！那你有乖乖用牙膏吗，美女？有，就要买你们的。啊，有用吗？好，喜欢吗？他 OK 啦 ，OK 啦。对，我觉得我有，我自己有刷过，我觉得很好哎。没有，我们自己不觉得吧？有的小朋友觉得。乖的。妈妈先手牵着，来，阿姨先手放肚子，来，阿姨先手牵着，对，牵手手放肚子。啊，你好厉害，等一下拿贴纸好不好？哦，又有贴纸了。对呀、啊，你要什么贴纸？你今天要什么贴纸？啊，想想看哦，哦，刷的好干净，好棒哦，太厉害了，阿姨再看一下下哦。哦，哎呀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厉害？好。好乖哦，好干净哎！你刷牙都好棒哦，好像还在玩呢。对，妈妈刷的好干净，你好棒。那请你吃甜甜，你要苹果还是草莓？香香，香香。哇，你都没有哭哭哎。快了快了，再一下，妈妈在这里，不怕不怕。舌头不要出来了，黏黏哦，哎，喷口水，黏黏，嗯，用舌头这边，用舌头好危险，黏黏，黏黏，好甜啊！好，妈妈先抱，好棒啊！清洁的部分继续维持，我觉得目前控制的蛮好的。那饮食的部分的话，奶缺一不可啦，那甜的东西。